西敏哥，我们要去爬长城。啊？什么？长城很危险的。有没有带地图？没有。有没有带食物？没有。没有。手电筒呢？没有。手机电话呢？没有。还有什么要带？毛巾呢？没有。证不带。那遇到坏人怎么办？西敏哥同意我去了，那我们还是跟你走吧。Thank you.